年当中，他的世界排名就显得均衡很多，很好，19、19、15、14、7啊，你看啊，一条大阳线啊。所以当我们去注目那些伟大的明星的时候，也许就在不经意当中，这些那个名不见经传或者不让人注意的那些人已经获得了自己很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叫挑山工，挑山工呢挑着这个很重很重的货物上泰山，那走得非常非常的慢，你总觉得他走得那么慢，怎么有可能走过你呢？可是你是需要停下来歇的。他说他们就是在你不经意间一颠一荡的就在你旁边就过去了，他们永远走在你的前面。kick 没打进球，哦，这个时候来 kick 实在是太倒霉了。看看 Steven McGuire 能不能安定一下心神，来拿一个他并不愿意的1-3，但他更不愿意4-0去休息。是，可是对他来讲，可能就是去亡羊补牢做这种事情，性格上不太合乎他的逻辑。其实刚才那个带口球已经很鲜明了。对。三分推杆中带，对于马奎尔来讲，他很喜欢的状态是像打，就刚才大家看的打这个威廉姆斯这样的球，他上手很快。对，首先他拿下前面，进入状态很快。嗯，他比较喜欢那个秦琼对上尉迟恭啊，打三边还两箭，你打我几下，我打你几下，看谁倒了。他不喜欢碰上段誉这样，我跑得快。这次入局速度很快啊。好，这杆球其实对未来他点炸球的这个要求都会有一点影响，或者说他这一杆就准备点过来了，拉杆炸球。好球好球，这样呢比较安全。为什么？因为留一颗在这下面，但是也有问题，就是如果出错的话球就飞走了。你看主球推着这个红球在走啊，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这第一29, 34. 大家来看一下，其实看球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经常会去算这个大概的分数啊，数个数
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桌面上你给对方留了五颗红球的话，那么对方就是有67分。嗯，而通常呢，总会有那么一堆球，大概是5-6颗左右，挺麻烦的。现在看来呢，是有5颗聚成了一堆，有一颗球好像是可以打，但是他从6分那边呢，好像是要走到这颗球也不容易。他再带一下球，如果带开到位的话，但这个球带的并不好。对，也就是说，他如果把外面吃掉的话，你看艾利卡里得了一分啊，得了一分就是马奎尔要少得7分的可能性啊。也就是说，如果他最后剩5颗，给对方67分的话，他只有9颗红球可以打，9颗红球8-9=72，嗯，那是超分的。但是如果你不用足这个72分的话，那么也许就是60多分。那么这60多分和67分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差不多的关系，到底超不超就在这两可之间。于是他想了一想之后，职业球员是有这种素养的，就是多少颗球的感觉，他觉得是我可以打死你了。但是有些状况下，看到散开的球不够多，是不够打死人的，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处理这个球堆。马奎尔呢，这种实力还是有的，就是他这种素养还是很高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要提前去修理球堆。那么刚才他就选择了，你看他不停的在开球队，不仅仅是为了走位，也是为了最终要去解决对手，要把这个局尽量的打完。靠边的球可以不考虑，但是中间的球必须要全吃完。上分的速度相当快，达到50分。小问题啊。59，还不错，好球。这样呢，就很容易打成超分了。也就是你给对方剩4颗球，4颗红球和剩5颗红球，意义是不一样的。64。65，超分的一杆。72。那这不是找老人家的麻烦吗？啊，开掉它，啊，开掉它还好。如果就停在那儿的话，摆这球又得摆半天。79。嗯，没有带好，不过还有的打，切一杆试试看。86。
这个球有点难切了，因为他还得发力过来走球的，等于说这个球还要切得稍微重一点才行。切太薄了，因为他要过来走六分的话，力道就必须要稍微重一点，他没走到。这样McGuire1-3 Eric Carter 应该说前四局打得非常成功。